在上面。 这波消耗怎么说？你们给几分？ 我这也会死啊！我这闪现 Q 被躲了，有点傻逼呀！总感觉我们这个线很危险。 不容易啊，拿个人头。 喜欢吃炮车。 可以小操作一下吧。 这哪把闪现给他妈，怎么控得住啊？ 你别他妈出来吃我肚子！ 我们才需要心事，才需要我们。
哦，这点数太严重了。 你干嘛？这个太狗。 我真的很难理解啊！我感觉我第二件要做大清一匹，第三件做吧，无尽做了。我塔底下那一套肯定要把。 伤害一瞬间打出去，只是我的平 A 只打两段，知道吧？这是我没想到的，平 A 没大龙啊，那、OK， 我下波没闪。我去点了。